喝点水。 你的情况，吴总大致跟我说了一些。你比我想象的还要漂亮。你跟吴总早就认识了吧？没什么，随便聊聊，你别紧张。我不紧张。好，好，我知道了。那谢谢您啊，再见。 那个医生的电话吧，啊，你找的什么专家呀？怎么了？他是不是在追你啊？这都哪儿跟哪儿啊？什么哪儿跟哪儿啊？他对你的兴趣啊，比对什么都大。他说什么了？专家呢？庸俗。我跟你讲，他在这个领域里地位很高的。 他想多了解点你的情况。我看他就是想窥探人家隐私。不会呀。那你也经常约会那个杨医生吧？什么叫约会？你这……那你怎么认识他的？我还不是因为你。怎么样啊？哎呦，不错，我都不知道从哪个菜开始下筷子了。比起单云呢？你们俩就不是一个类型啊，一个是大家闺秀，一个是小家碧玉。你说什么呢？我是让你评价这菜。我说的就是菜啊。你看你做的菜又是辣椒又是酱油的。 行了，别磨蹭了啊！路上车该多了。嗯，都走了啊。哦，回来前我给你打电话。好，哎，晚上你想吃点什么呀？咱俩出去吃吧。嗯，也行。嗯嗯。哎，对了，你得把你车借我。为什么？我车借一个朋友当婚车去了。哦，你怎么不早点说呢？那车跑高速之前，这车胎都得检查一下。嗯，没事儿，放心吧。快去吧。 早上9点约了装修公司验收，嗯，陪我一起去吧。不去了，自己去吧。嗯，去吧。我中午领闹闹，带我妈那吃去。怎么我的事你都不关心呢？ 不下我还得去家具城呢，估计又得一天。孩子不得有人带呀。嗯。嗯。好吧，你睡吧。嗯。
睡吧，睡吧。哎，你换车了？啊，我的车借一个朋友去当婚车了。咱们是不是去太早了？早上公园人少，再说早去早回还不耽误雨梦睡午觉。林楚，好啊，我正收拾完了，不知道干嘛呢。哎，你开车来接我吧，我都把我车开走了。行，我不急啊。哎，等着你。好，拜拜。哎，老头子，快出来吃早餐了。好，来了。妈，嗯，我今天约了善云去看房子。干嘛呀？你要买房子呀？随便看看。那你干嘛要看呢？该不是要出嫁了吧？那个李子恒，我们还没见过呢。说什么呢？我要是出嫁，还能不经过你们批准啊？那你干嘛要买房子呀？我手里不是有点闲钱吗？再说了，我也不能老蹭你们的房子住啊。我爸都快成大书法家了，没间像样的书房怎么行啊？是吧，爸爸？别拿我说事儿，我挺好。他还不领情。我看呢，还是把李子恒的事儿定下来再说吧。我就是先看看，没有说现在买。对了，楚楚，你什么时候带那个李子恒到咱们家呀？啊？没谱的事儿呢。我上班去了。哎呀。对了，楚楚，嗯，晚上回来吃吗？哎呀，别管了，我给你打电话吧。哎呀，也不知道这次能不能嫁出去。哎呀，真不知道他一天都想些什么，都快急死我家伙，来也不跟我说一声。今天是我们小雨梦一周岁的生日，我们一起给你庆祝啊！来，小雨梦，来，点蜡烛喽！我们一起给雨梦唱生日歌，来，来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来，妈妈替你许个愿。祝雨梦越长越漂亮。嗯，快点长大。
吹蜡烛，吹蜡烛，来，一二三，来，这一块儿，来，来切蛋糕，哎，哎，我是谁啊？爸爸。这孩子说什么呢？来。我们三个大人喝口酒来。哎，河边的这些户型还有吗？啊，河边的，但都是一些比较大的了，都是在150平方米以上的。听电话。心如，喂，你找不着我这儿吧？没跟你说呢，我这是15号楼502。怎么来也不跟我说一声啊？你说什么呢？你车不就停到我窗户底下吗？别装了，怕我抓你劳工啊？你在哪儿啊？你在哪儿？你再仔细看看，是我的车吗？是啊，我那不认识你的车吗？都坐过100遍了。喂，心如，喂。没错啊，要不然我带你到样板间去看一下吧。嗯，好吧，你稍等一下啊。啊，好。怎么了？心如说在他小区里看见我的车了。你的车怎么会在他小区啊？谁开着呢？伍德开的，今天一大早他去塘沽了。那你再给伍德打一个。对，你好，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 Sorry， 关机啊？奇怪，怎么会关机呢？林楚，不好意思，不陪你看房了啊，我想过去看看。我陪你一块去吧。打我！哎，这，打着！哎，你得还手啊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哎，一，二。哎呀！真的是我的车啊？怎么回事啊？你有车钥匙吗？我没带啊。你再打个电话吧。好，再试试。还是关机。别管了，咱们先上去看心如吧。走。嗯。感觉挺不错的啊，好吧。嗯，哎，你从哪个窗看见我的车了？嗯，那边里面那个。哦，我看走啊。哎，这是你设计的？妈的，全是我设计的。行啊你，还有点本事啊。
哎，我看看怎么回事啊。看什么呀？车不会丢的。你就歇会儿吧，真是。我跟你说啊，那车100%不是被偷了，没撬痕啊。再说了，谁敢偷了车就明目张胆停这儿啊？你还以为你能破案啊？你忙你的啊，别管我。你看，这人一根筋。伍德呀，肯定是觉得你一个人上高速太危险了，所以呢，就到单位跟人换了一辆车。那为什么手机关机啊？不会是车跟手机一起丢了吧？哎呦，你看你，手机没电了，忘了开机了，不挺正常的吗？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，马达哈？好，我不说了啊，反正我说什么你都听不进去，那就接着去守株待兔去吧。你。玩不动，这手啊，你看肿了。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哎，不过挺好玩的。这才哪到哪呢，还有好多关呢。来，咱俩再玩会儿。玩物丧志，你这不是诱惑我吗？谁诱惑你？哎。这折腾大半天了，你要不要进屋休息一会儿啊？我不累，我都习惯了。伍德，谢谢你。谢什么？所有的一切。说这些干什么呀？还有一可能，你老公在这包一二奶，骗你说去塘沽了，其实在这幽会呢。去你的！你老公才包二奶呢。哎，他倒想，但没这实力。雨梦醒了，我给她倒点水。小文啊，雨梦没事吧？啊，醒了，也没哭，自己玩着呢。啊。我进去了。小文越来越懂事了。是啊。有他在，我放心多了。
时间不早了，我也该回去了。过两天我再来看你和雨梦啊。哎，你能跟我说说你镜面墙是怎么回事吗？哎，这叫写意，好吧？你看它是什么，它就是什么。还有后面的书柜啊，那书架呢，给它摆满了书，管它我看不看呢，反正显得我倍儿有文化，觉得怎么样？哎，我屋里还差点东西呢。跟大大再见，再见，拜拜，再见，拜拜，走了啊。嗯。车没了，真有人偷车啊？那咱们报警吧。十五德，爸爸就没事了吗？真比我严重了吧？什么？抱二奶？去！善云，你倒是说话呀！你怎么了？
接电话呀？你接呀。快接啊。你在哪儿啊？我快到家了，你呢？哎，我一会儿回家，把车放下，然后晚上咱们小睡一下。他说什么？在路上。他说谎。他不说谎行吗？先别胡思乱想，你跟我们说说，你刚才都看到什么了？送他，他们就住在对面了。你说我的包二奶还有个孩子，不可能啊，打死我都不相信。再说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，这中间肯定有误会。哎，兴许是人家伍德从塘沽回来帮人捎点东西，他就是来送东西的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没自信啊？像你这样又像老婆又像妈的，他到哪去找啊？善云，你看你是回家还是跟我们出去坐坐呀？我不想回家。
先生点点什么菜呢？哎，你好，点一个田园沙拉，然后来一个沙丁鱼拌橄榄酱，然后阿贝王子雷司令，再来一个薄荷冰茶，主菜一会儿再点。哎，衣服帮我挂一下。好的，谢谢。你俩吃东西啊？三位请慢用。哎，谢谢。想啊，吃点东西吧啊！善云，接电话呀！亲爱的，吴总，哪儿呢？谁啊？我声音都听不出来了，心如。哦，你们在一块儿呢？到哪儿呢？我们在那个米罗咖啡厅，你过来吧。我在水云间，菜都点好了，你们一块儿过来吧。还是你过来吧，我们都那个逛街逛累了。啊，好，等你啊啊。什么情况？我让他过来了，有什么事儿当面问清楚吧啊！哎，你别自己吓自己了，吃点东西吧。你别多想了，伍德他根本就不是那种人，你要相信伍德才行啊。喂，爸，怎么会这样啊？好好，我马上回来啊。我妈突然血压升高了，你赶紧回去看看吧。哎，没事，这有我呢。
去吧去吧。行，那我先走了啊，你们有什么事儿给我打电话啊。路上慢点啊。嗯。别想了，吃东西吧。没事啊，我菜都点完了。都买什么了？啊，伍德，我执照都办下来了，那笔款下周就能还你了。不着急，你要是周转不开，过一段时间再说，没问题。好借好还，再借不难嘛。那个，我先走了，儿子在家等我呢，你们好好聊聊啊。我走了，走了啊。我去送送心如啊。心如。这怎么回事啊？你真傻还假傻啊？你今儿干嘛去了？怎么了？你不跟他说你出差了吗？他怎么在我公司看到你了呢？你公司在哪儿啊？枫林小区啊。你公司在枫林？不会吧你，伍德，你在外面真有女人和孩子啊？心如，小云误会我了，根本不是你们想的那样。那是怎么样啊？你跟他去解释啊，你跟我解释没用啊。服务员，你好，买单。你赶快过去啊，跟他说清楚。我先走了，啊！哎，我这人呢？刚走。不是，门不在那边吗？他从那个门出去的。Thank you.
哎，这么说，武德在外面包二奶了？你也这么认为啊？不会吧？我也这么劝善云的，毕竟他俩那么好。要不就是因为善云没孩子。反正你们男人没一个好东西。哎，你不是说武德是你的榜样吗？你还让我向他学习呢。你也得学得来啊。是学不来啊，在外面养个家那么容易呢。好了啊，反正你们男人没有一个有责任心，没有一个有良心的。我告诉你啊，出了这个事儿也不能证明武德就不是正人君子了啊。人家的事儿以后你少管。我能不管吗？这事儿因我而起的。你说你也是，那感觉画风不对就赶紧往回拉呀。我哪想到啊，再说了，这事儿就纸里包不住火的，我早晚得到那小区办公吧，善云早晚得在那儿遇到武德吧。你看你看，人家发现是人家自己的事儿，你现在是什么性质就变了，现在是告密。说什么呢，我是诚心告密吗？小点声。